哎，林总，你看何清飞，没想到当年的总裁助理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雷雨人能有今天，我想他成的都应该回清了。这也是他宁肯在这儿，但清洁工也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吧。有他在挺好。我要让何清飞知道，我现在才是雨天真正的负责人。我认同你的观点。 君飞，等一下。这地方挺宽敞的吧？啊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君飞，你把它打扫一下。哎，看一下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该扔扔，该撤撤，记得啊。 弄干净点，君飞，你跟雷雨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小伙挺好，踏实肯干，任劳任怨。你做保洁呢，只是暂时的，我会给你安排好工作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耽误你的才华。是啊，林总。 您之前不是总说吗？要是哪天秦飞能帮咱们做事儿，那该多好呀！你看这不愿望成真了吗？<笑>林总，谢谢你。我何秦飞从来不怕吃苦受累，你们让我干保洁。 擦厕所，没问题。我干，我还保证比别人干得好。但您让我进雷总的屋子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相信雷总总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。今天我何群飞就在这儿，正式向你提出辞职。 我不干了，何俊飞，你可想好了？出了雨天这个门，你再想找工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俊飞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你了。既然你去意已决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哥们儿的。如果你有一天想回来了，我这随时欢迎你。林总，您放心。 我何群飞就是要饭，也不会要到你这儿来。馅儿来了！哇，这么点时间，你已经赶了这么多啦？可以啊。哎，你看看。 你得把两头夹上，这儿包住，这样挤一下，这样。棉花糖，饺子包好了吗？啊，快了快了。爸，您再等等啊，青吉吃不了热饺子。我不要吃你的，我要吃棉花糖包的。雷雨铮，你听听，还是老雷总赏脸。 你说我这给你裹乱呢，我这叫给你锦上添花。都不知道我爸为什么那么向着你。雷雨铮，看不出来啊，你有钱人，大老总，居然还会擀饺子皮儿，还会包饺子。跟少爷学的，那会儿啊，我爸特爱吃饺子，可他自己又懒得学，也不会包。我啊，就索性天天混在少爷家里。 还有啊，你别一口一个老总的，那是之前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啊，只想安安心心的把他病治好，做个孝顺儿子。
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哎，你怎么就进来了呢？你找谁呀？我是老刘总的朋友，那身体恢复怎么样了？特意过来看看。赶紧走，别逼我动手。雷玉成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啊！我今天来找你，本来是想跟你道歉的。看你这态度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但是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现在可什么都不是。烫哦，小心点，慢慢吃。哦，吹吹吹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雷宇正，你怎么这么坏啊？我辛辛苦苦帮你包完饺子，现在好不容易煮熟了，我连一口汤都没有喝，你让我回去？资本家也没有像你这么抠的吧？老雷总，你看看他呀。他要轰我走，你给评评理。他敢？别理他，我们吃饺子啊！快，走。好嘞，咱不理他，咱吃饺子啊！当心烫啊，慢慢的。杜小苏，谢谢你这段时间来帮我爸。这个家里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。雷雨柔。我是不是说错哪句话得罪你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是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。棉花糖不能走，要走你走，滚，快滚吧。我们吃。啊，吃饺子。哎，不是雷雨正，雷雨正你，雷雨正你干嘛呢你？雷雨正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呀？雷雨正，你以为你自己就是雷阵雨啊？一阵晴一阵的。杜小苏，你今天必须走。你干什么呀，雷雨珍？你爸病了，你也病了。雷雨珍，雷雨珍，你这又是闹什么别扭啊？我怎么得罪你了？雷雨珍，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你给我开门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臭小子，你把棉花糖给我带回来。雷雨珍，我知道我得罪你了。我得罪你，我敢还不行吗？雷医生，你听听老雷总，你听听老雷总，他这闹的，他这么闹，你不心疼吗？臭小子！开门，雷医生。我还是要提醒你，现在可什么都不是。你现在还想跟我争吗？我知道你听得见，我把药给你搁门口了，别忘了给老雷总吃。我明天再来看你们。繁华梦蛊惑着人心，痛了却不愿放弃，汹涌的爱掀起漫长风雨，骗过世人却骗不过真心，痕迹命中的唯一，背负着疼痛胸口的痕迹，梦继续沉溺。小姐，您来了，看看我们新一季的款吧。您真有眼光，这款呀，非洲鸵鸟皮的，设计是限量款，刚到的货。你是不是款式太老气了一点啊？嗯，看看其他的。嗯，我再看看别的吧。把那红色的给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您真有眼光。
这红字啊，真配您肤质，您白呀，衬托的颜色挺好啊。对呀，亮啊，是菲菲吗？好看吗？真好看，您这气质完全显现出来了。你看，你嘴可真会说话，要一个吧。好的，给您包上。哦，对了，您老公啊，对您是真好。新一季那款粉包还没过海关呢，就直接给您订购了。是吗？你赶紧拿给我看看，我怎么不知道呀？啊，好的，正好跟您确认一下，锁扣这里啊，是不是写美美两个字？什么？啊，可能是我们搞错了，我给您看一下订购单。装起来。哦，好的。慢走。呀，领班，怎么样？穿上这身衣服，感觉如何？挺好的。知道你以前跟着雷雨征，没少在这儿消费，但这人的境遇变了呀，就得适应点。你要是真干不了这伺候人的活啊，就早说，想干的人还多着呢。您放心吧，我能适应。好。那就好好干。兄弟，我欠你钱啊？不对，我上官怎么可能欠别人钱呢？你欠我钱，你不为钱，你为了什么呀？女人，你才知道。你告诉我，为了谁？莉莉、艾米，还是刚刚那个美美？还真不少啊，俊飞。都是男人，你至于吗？啊！再说了，我又没有偷，没有拐，没有抢，没有骗，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我又没有强迫谁。你说我得罪谁了？你得罪谁自己心里清楚。小何，给我住手！上官先生，真对不起，他今天刚来，有什么不懂事的您多担待。我告诉你。如果不是看在雷二的面子上，我今天今天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你谁的面子都不用给。你有本事你过来，咱们俩结结实实打一架。小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看看这个人是谁，你是不是不想干？我知道是我想干了，老子不伺候了。小何。我还告诉你，你要敢让四喜伤你点心，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死缠烂打，阴魂不散。上官先生，没事没事，走。四喜。四喜，何群飞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上官是不是在这儿？上官，没有啊。哎哎，你说咱俩这好久不见了，是不是吃个饭呀、啊？哎，咱们这是喝酒啊！来来来，都这么干着干嘛呀？快快快，在这屋是吧？哎，四喜。这是我的包吗？这么快就进来了？这谁呀、啊？朋友。你朋友真多啊。
哎，思琪，思琪，你怎么来了？卡里钱花完了。给你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帅官不要，耽误什么人啊？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，我看是女朋友之一吧。思琪，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是有默契的呀。什么是默契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这个人吧，我跟一般的男朋友不一样，我可以给你很多东西，但是唯独给不了你承诺。我觉得大家关系简单一点，自由一点。你跟我说，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的开心。哎，我就知道你是最通情达理了。走，咱们进去。对不起，我有精神洁癖。我看你还是继续跟别人开心吧。司机，哎，加油啊，兄弟！说什么自由恋爱？这把花心说的这么好听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跑这儿干嘛？雨天工作不要了呀？我不要了，我不想受林向宇那孤儿的气。那也好过在这 KTV 里面给人端茶送水吧。以前怎么说也是个总裁助理呀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儿。反倒是你。我怎么了？思琪，我都看见了。看见什么呀？你看见？